截至五月一日17时32分，2024年五一到新片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。维和防暴队、九龙城寨之围城、间谍过家家代号白分列票房榜前3位，其中王一博主演的维和防暴队超越了他的另一部作品《长通之王》，刷新了中国影史五一档动作片首映日票房记录。这就是自己战胜自己，王一博的魅力可见一斑，一言不合就打破记录。这部电影让观众看到王一博不只是帅气的偶像一人，他的表演和行动戏表现也值得认可。电影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突击和英俊形象，建议大家选择 IMAX 场次观影，画面质感、配乐、枪战、暴雨、台风、爆破都会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。这部影片的制作和表现令人印象深刻，绝对是这个五一档不容错过的精彩之作，而且带火了整个五一档大盘。维和防暴队以及强大的阵容和出色的表现，为2024年五一档注入了新的活力。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精彩的影视作品，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加油。五一档的热潮在继续升温，观众们纷纷感叹王一博的全方位实力。维和防暴队不仅在动作戏中展现出了出色的表现，更在情感戏中展现了不俗的演技。观众们纷纷表示，这部电影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，更是一次心灵震撼。IMAX 场次的震撼效果让人仿佛置身其中，与角色一同感受每一次的拼搏与坚守。同时，电影的主题也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内心，让人对爱与勇气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王一博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在电影市场的竞争力，引领着中国电影的新风向。未来，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优秀的作品，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共同努力。